你也可以买那个切成一片一片的大排也可以。不敢吃。稍微敲一敲，我们上次上猪排也敲对吧？大排都要敲。这个面腌一下啊，放点石粉，少许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那条石粉放多少了？放点盐，不要太多啊。然后我们还放椒盐，看你今天少放好不好？放糖，放水。我们烤制的椒盐排条呢，烤制的椒盐排条里面就是葱花啊，没有其他东西。烤制就是浪费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呢今天再做一个版本，就是饭店里的版本，放洋葱，放青椒。你们的饭店吃椒盐排条有没有洋葱青椒？嗯。羊肉比较好看，比较好吃。不要切太细，也不要太多，有一点就行。羊肉这么大。Thank you.